我们看莉莉珊啊，他说两个波了哈，它的频率相同啊，波长一样啊，啊振幅分别是一个 A 一个3 A 啊。他们说呢，这两个波的话哈，相位差多少哈，和振幅最大。那相位差当然是差零的时候和振幅最大。哦，那这个振幅等于多少？我们哈第一个 Y 一哈，可以写成多少呢？这个是 A， 啊 sin 多少哈？sin 这个 kx 的哈，减掉那个 omega t， 好，啊再加那个 phi 啊，啊 y 二哈，等于 sin a 嘛哈 ，sin 哈 kx 减 omega t。当 phi 等于零的时候的话，这振幅就直接相加了。哦，这 p 哦 p 等于零的时候，也就是 phi 嘛 ，phi 等于零的话，那 p 当然也等于零了。哦，相位等于零的时候哈，它的和振幅最大。这个时候和振幅哦，我们叫做 y 零好了。这个时候就等于 a 加3 a 了，等于4 a。这个时候和振幅最大。好，那再来我们看看呢这个第B小题，他说两波之相位差多少时候和振幅最小，那这个就是说差多少，差180的时候，这个的话加180的话就变负的，那加起来就两个就相减了，就当什么呢，当 phi 等于180的时候，好，就是那个相角差啊，差180度嘛。那相角差180度的话 ，P 等于多少？等于相角差。啊，这个是等于派啊，相角差是派。相角差乘以角度周期，派除以二派，就相位差二分之一的时候，反向，差二分之一的时候的话，哈，这两个是相消。哦，这个如果是派的话，180的话，这变成多少？变成负的，负的 a 哈 ，sin 多少 ？kx 减 omega t， 啊两个一加的话，振幅就变成2 a。好，这个时候 y 加起来就等于多少？等于2 a， 啊 sin kx 减 omega t。这时候振幅呢等于2 a， 好，两个相消。所以呢，差多少和振幅最小？差180了，哦，就是派。此时和振幅是2 a。好，啊，再来看呢第C小题啊，如两波间的相位差为四分之一啊，相位差四分之一 ，p 等于四分之一嘛，所以相角差多少？就四分之一个二派，就是二分之派，二分之派就90度。那和振幅多少？那这如果是90度的话，那我就知道哈，这个如果是90度的话，那这样的话哈 ，y 一等于多少 ？y 一就等于 a cosine 哈西塔。好，我这个定这个叫西塔。那 y 二呢等于多少？等于3 a sin 的西塔。好，啊，我要合并起来。合并起来啊 ，y 就等于多少？等于 a cos 西塔加上3 a sin 西塔。啊，这可以哈，把那个什么，把那个超出根号多少呢？ 10 a 啊。啊，这个就是多少？这个就是等于那个，根号十 a 以后，这变成多少？变成是根号十分之一，十 a， 对啊，根号十分之一 cos 西塔，加上根号十分之三 sin 西塔，它这可以把它合成的，这把它看成是 sin phi， 现在我就好做一个三角形，它是一。这根号10，啊这就是3，啊这是5，
这 sin 派，啊这 cos 派，所以根号多少？十 a 哈 ，sin 派 ，cos 西塔，加 cos 派 sin 西塔，然后合并起来，合并起来就变成根号十 a， 啊 sin 多少呢？西塔加 phi。啊，西塔跟 kx 减掉欧米伽 t， 不过这里的 phi 跟这里的 phi 不一样，不然我这个叫 phi prime 哈 ，phi prime，phi prime， 那这样就等于啥？等于 kx 减掉你欧米伽 t， 再加 phi prime， 啊 ，phi prime 满足这个式子，就 sin phi prime 是等于根号十分之一。cos phi prime 是等于根号呢十分之三，啊，这是也是一个正弦波，它正五多少？正五是等于根号呢十 a， 所以 dc 的话是根号十 a。